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倩蓉，我来自文莱斯利亚中正中学。中秋节快到了，妈妈又要开始忙着做各种各样的月饼。我记得读幼儿园的时候，妈妈还会去学校吃饭做月饼，让同学们一起学做传统月饼。中秋节晚上，我们一定会回奶奶家，大家一起吃晚饭。吃晚饭后，我们还能一起赏月喝茶，最好玩的是可以一起提灯笼，月圆人团圆，一家人团聚，是最幸福的时光。可惜这几年遇到了疫情，不然往年的中秋节学校还办过中秋园游会，我们一起摆摊位义卖，还有很多游戏和节目，真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活动。希望疫情赶快结束，这样就可以一起热热闹闹的庆祝了。我希望能向妈妈学习很多各式各样的月饼，把这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分享给友族朋友们，更希望能继续把这文化传承下去。谢谢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流传千年。